我不是在家。喂，在干嘛？我在上班。喂，你在干嘛？怎么有水声？我在倒水啊，当然会有水声嘛。我在干嘛呀？我在上厕所啦。现在怎么怪怪的？真的。我不信。Baby 啊，交往这么久，好像都还没有跟你朋友一起吃过饭呢。我没有吃饭的朋友。你是说你一个朋友都没有吗？有，我有一个朋友。那要不要约他来啊？就是你。Baby， 我朋友明天约我去看。哦，人家明天晚上想要你陪。好了。可是后天我要跟家人吃饭。哦，人家后天也想要你陪。我跟家人吃饭。好啊，你去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不去了。对嘛 ，baby， 只要有我一个就够啦。因为你加班不陪我，我就自己吃了20份薯条。Baby， 今天晚餐吃番茄意大利面。好香哦，人家超饿的。番茄意大利面加番茄？对啊。为什么番茄意大利面要加番茄？因为番茄意大利面。我不是番茄。坐分生气哦，没问题啦，没问题。这还不算啊，作弊对不对？你是不是作弊？今天在我以前之前，你跟他不准走。过，哎。这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偷菜想装蒜，不认识你跟他合照。路人，我怎么知道是谁啊？路人，我让你变死人。这地方你也有租，我一年房租。你还敢跟我讲房租？你欠我的20000块都还没还我。所以嘛，我才说你不要走嘛，这样我才可以还你钱呢。那你想怎样啊？跟谁打架是不是？打我，来打啊打！救命啊！啊！救命啊！帮你减肥，你太胖。Baby， 我出门去上班了。我爸帮你辞职了，公司男生太多了。不要看电视，看我就好。为什么连看电视都不行？我们不是说过，只看了彼此吗？不说话就是。